延续前一堂课，我选用了第六弦的第八格，也就是 A B C 的 C 这个音作为它的第一个音。当这个第一个音，就是一号的音对着 C 这个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它是 C 大调音阶。但是我们也可以注意到，这个音阶的数字6会对着指板上的 A B C A 这个音。当数字6对着 A 这个音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说它是 A 小调音阶。你可以这么说 ，C 大调音阶跟 A 小调音阶其实它们的形状是一样的，但是它们的主音是不同的。同样的一个音阶的形状，如果你以第六个音为 key center， 它就是小调音阶；如果你以第一个音为 key center， 它就是大调音阶。我们要用同一个音阶的形来弹出一小调音阶以及一大调音阶。我们现在找到第六弦上面的一，第六弦上面有两个一，第一个一的位置是第六弦的开放弦。另外一个位置是在第六弦的第12格。第六弦的开放弦这个位置，如果我用它来对着这个音阶指型的数字1，这些音阶指型里面其他的音就找不到格子可以弹了。我现在要做的是使用第六弦的第12格这个音来对着音阶的数字1。我现在把整个音阶的型套用进来，我弹起来会是这样的。第一个音，再来下一根弦的234，再来56712345671，倒着弹回来，下一根弦，再来最后可以反推回去第七个音跟第六个音。我把整个音阶的型再弹一次。如果我要弹出一小调音阶的话，就一样是用这个一这个音，但是我要对着就不是音阶这个形状的数字一了，我要对着这个音阶形状里面的数字六。数字六在这边的时候，注意看，那七就在这里，一就在这边，整个音阶的形状会从刚刚这个区块，大致上在这个区段移到这个区段。这个位置会比较难弹，所以练习的时候速度可以放慢一点，一个音接着一个音慢慢弹就好了。小调音阶的话，那我要从第六个音开始弹。
嗯。